我们要公映的导演是德格纳、吴镇宇、王阳、曾正、宁媛媛导演。别过来！啊、晚上我们看电影吗？走啊！你说，然后我带你买冰淇淋去。这部片子是我看到最好的一部片子。第一次在影片结束之后，就是全体鼓掌。我很喜欢这个片子，你是我想合作的导演。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导演不太会用片话。没有好的导演，不可能会有好的表演。您先去学学表演，我们再讨论好吗？一盆很热的水，我要交给德格纳导演。在坚持这种民族题材的创作，你真的是中国电影当代现在的一个宝。我非常欣赏大家的热情，但这是捧杀。电影需要看懂什么？电影本来就是个意境。可能有一些片子，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，但是它依然是商业片。观众是真的要拿钱，要拿时间去来看一场电影。要珍惜品味逐渐开始成熟提高的观众。我没有做过一部赔钱的电影，但是这不代表我没有情怀。四位制片人，你们想要合作的导演是哪一位？